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郭冬临。这次玩刚开场就不得了，玩一个特别惊险。想不想看看来的嘉宾都是谁？他们是我们勇往直前开播以来最勇敢的三位男士，三位勇士。首先第一位，不要玩这个，东哥，我玩其他的可以吗？我真的不玩。看你的汗。导演，不要玩这个了，好不好？导演是谁？在这儿，在这儿。最有男子汉气质的人出现了，你在修车吗？看我的手。我都这样了，我都来了，我是最难的。你挣扎什么呀？已经锁上了，已经锁上了。捉了不啊？过来捉吗？住口！自从勇往直前开播以来，最最凶悍、最最冒险的一次过山车，马上就要开始了。等等，在开车之前，我们要勇敢地喊出我们的口号，拿出我们男子汉的气魄来。是，一二三。咱们又来到长隆欢乐世界，这次怎么感觉特别的恐怖呢？是，你看我玩得很开心啊！你放心的。哇，我现在蹦出来了。彭鲁哥，有那么夸张吗？不过，咱们要玩还得缺人呢。对啊。导演组也了解你们的性格，特意配了三位美女搭档。哇！哇！各位男嘉宾，你们的反应也太大了点吧。湖南卫视著名主持人杨乐乐，是不是美女？是的，还是国际美女。同桌，是不是美女？一起来看流星雨女主角郑爽。是的，是不是美女？是的。湖南卫视主持人金小鱼。三个跟我一组，咱们四个人一组，他们三个人一组，不分三倍。所以说呢，现在我们要分组，一个男的，一个女的是一组啊，你们互相之间如果看对眼了，你们看上谁就和谁一组，咱们马上进行比赛了，不要耽误时间，现在就看。看得怎么样？就这样看看不出来呢。结果看不出来，咱们不能观看，咱们得表演一下。这样看当然看不出来的嘛。男嘉宾们准备各献舞姿来吸引女嘉宾。开始。彭乳哥的搞笑演出，小小雨。